个需要靠我帮忙啊，这个林刘董啊，也在啊教会的教友们啊，能够往我们出口处那边移动啊，今天咱管路团队以及咱机关当前专队的支持之下啊，咱今天农业、绿能、社会福利、财政改革、教育文化、干部建设、水利设施、民安甲消防方面吼，拢交出吼真水亏的这个成绩单，而且咱今天去年吼嘛成功申请办理。义工一直台湾因为所这个造成的轰动哦，会使讲是全世界拢知影啦吼。做伙拼，做伙行，做伙拼哦。我咱拼出咱福林建设会当正做台湾的第一名。哎，加油加油！哎，拼落去，拼落去！目前啊，咱分先是平分秋色哦。会使讲是哦，伊才是你较高，也是我较扁，拢看袂出来呢。哎，快点加油，今天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飞来飞来！哎，我说东海中学、文山国小、广兴国小、安定国小、吴作国小、大兴国小、文贤国小、文兴国小等十所国中小教职同仁组成。但是不行说都不行拿了哈，啊，大家爱啊，众人要同心齐力，必定可以赚金啊！那呢，龙舟比赛所强调的就是团结力量大啊！我们的大型龙舟啊，我们有一位鼓手，一位舵手，还有另外有18位的船员担任桨手。动作越整齐越划一的话，那就更有动力向前起航。目前啊，已经啊通过大概一半的这个航程，他们继续的要向前往终点线来迈进。目前看起来就如同我们预期的，难分轩轾，平分秋色，旗鼓相当。我看最后嘛是要用电脑科技来辅助判决，才能够定出胜负。哎，我们给他加油一下！加油！恒光国家队加油！西罗国中小联队加油！加油！继续行，继续行，咱做伙拼，做伙向前行，向前行。运动选手所组成的龙舟队，队员间感情就如同一家人。而平时的训练就秉持着同心协力的态度来迎接任何的挑战，而我们跟其他队伍最不一样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一样啦、啊。好的，那现在我们在大会上边即将要进行表演是我们的香果园，将会带来一首非常可爱的舞蹈。好，掌声欢迎我们的偶像香果园，来，请唱，当然我们台上来唱歌。目前一样。真的是不晓得哪一队赢哦，这个角度很难分出。正式鸣枪起航，加油！怎样啊？难得那个跨麦啊，我们基本上看下去，看看到底谁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现在两队的队员在船上。都卯足全力，全力的在冲刺，会展现他们精彩竞技的一面。在水中蛟龙上，大家要一较高下，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众人一条心，黄土变黄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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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北港教师联队目前暂时领先，那紧接在后啊、大概差半个船身是我们的园长的黑无敌黑金刚。现在要经过我们司令台的是我们的北港教师联队，北港教师联队刚才有所获得的成绩是1分27秒09，以先为。纤维的实力领先，观众呢以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们，让他们给予勇气，让他们还有最后要做。今天下午
是我们的东南国中队，外侧水道也就是我们的蓝色水道，第一水道的是我们的建国国中队。那国中女子组、国女组啊，总共这一次的大会有11队报名，依照竞赛规则取前4名来进入决赛。这是我们决赛国中女子组的第二组。鸣枪起航，位于我们内侧水道的是我们的东南国中队，外侧水道是我们建国国中队。建国国中女子排球队是本县重点栽培的学生团队，更是每年代表全县前往全国女子排球联赛的优秀劲旅。今天他们在这次赛会当中要继续发挥他们运动员的精神，将他们平时在校训练的纪律展现出来，能够得到最后的佳绩。另外东南国中是来自我们云林西螺的一所国中是由刘胜华校长担任领队。那今天两队在预赛的成绩可以说相当的接近，目前两队的这个传统几乎在同一直线。